每到了跨年，101的烟火秀总是全球的焦点。不过今年101恐怕不再一枝独秀，整个信义区都会有机会齐放烟火，上演国际灯光秀。包括101还有远雄统一企业等20家 A 咖的企业，打算自掏腰包结合资本，从今年底圣诞节开始，把整个信义商圈规划成一系列结合观光、购物还有住宿，为期1到2周的大型跨年活动。当然还是保有101大楼的烟火秀，可能还有各大楼的灯光秀。据传呢，今年第一年将由这个满35周年又是最早进驻信义区的君悦饭店打头阵，大老板团结搞行销，要把信义商圈推向国际。